瓜什么鸡巴啊鸡巴啊，录了什么节目假笑没人要看看看啊，傻小你会中风。不过照馆长像鸡巴加64岁下战铁 PK 继续曝光，那不是妹才有人懂呢。干爹，我在做活动，我们现在抢前三。就一起来了。在 YT 里面曾经抖内过最多一次是多少钱？一个人可以抖3万块台币。馆长陈志安受邀来胡怪 YouTube 频道做客，瓜哥透露非常欣赏馆长直率、有话直说的性格，还要求馆长当场对他彪骂。那你骂我了？胡瓜什么鸡巴啊鸡巴啊，录了什么节目假笑没人要看看看啊，傻小，不然你他妈现在回我啊！输赢啊！娘的哈，你要花多少钱？你娘，你娘！你会中风，因为我是每天吵，我可以早上开，中午开，晚上开，半夜开，照三餐问候你。那你现在还有官司吗？都打完了吧？好多还有。你以前赔过谁？赔过吴宗宪，他算最大条的了，80万一个。那你一句脏话，假小，不服来战。今天是不是我们互相来竞赛一下？哎，游戏规则是一人有3颗气球，最快秒数击破气球的人获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面一位，2秒36。你刚刚是排列战。